为什么？菲菲，我要把这个留在这边。我跟他说等等，他会不会吃？等等。Monkey 就想吃，好坐下。嗯，好乖哦。好，握手。菲菲，菲菲，嗯，好乖哦。好乖哦，哈。Monkey， 来等等。等等哦。好。哎呀，好乖哦，好不好吃？再试一次。Pumpkin， 等等。他采取不看的策略。好。啊，好乖哦，哈。我要把这个留在这边。我跟他说等等，他会不会吃 ？Pumpkin， 等等哦，等等。Pumpkin， 等等哦，不能吃哦。手都还没手，他想吃的。怎样？很早就想要吃的。再确实，再确实一次。Pumpkin 来。因为刚刚呢发生一些小意外，就是他竟然直接把它吃掉，我们要来吃第二次，再确定一下是不是会等等哦。等等。等等。因为我们说等等的时候，它是不会吃的，这是我们训练出来的。可是它刚刚竟然暴吃，所以我不在的时候，它会这样吃吗？等等，好啊，好乖哦。那这次我就放两个在这边。Pumpkin，等等哦，等等，等等哦，等等。你这样暴吃，嘿！我们今天的测试失败了，失败啊！太爱吃了啦！你怎么可以？宝宝现在不能吃呢。嗯，好啦，今天的测试证实他是个吃货。喜欢吃货的话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这个坏狗狗呢？啊！啊，好好笑哦。